选取图形，选择纹理化命令，绘制圆角矩形，按住 Shift 加 Alt 键，拖动图形进行复制，按 Ctrl D 键再次变换，复制出更多的图形，将圆角矩形全部选取，按 Ctrl G 编组。选取画面中的所有图形，进行居中对齐。再创建直线，选择镜像工具，按 Draw Alt 键在圆形的中间单击镜像并复制直线。